玲玲，要不要翘班？哇，今天风还蛮大的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你还记得吗？三月。还要看？几号？十号。三月十号星期三的下午，我们来个翘班。我们今天感谢 KKday 的邀请，邀请我们抢先体验一下他们最近在台北有办了一个晋级的巨人 iRide 的飞行体验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下午翘班跑来玩一下。结果我们现在有点快迟到了，因为找停车位找了很久。我是调查兵，我是艾尔文。天，我怎么会讲这种话？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抢先的体验。一般民众的话是三月十三号的时候才开始让大家来体验。那这一次它会有三部曲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观看，然后也会有一个飞行的体验。所以我今天应该可以体验一下那个飞行器的感觉。蛮期待的，因为他们会飞在那个巨人上面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期待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的话，请艾尔文，这是我的分身。那在我们颁奖出来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教一下大家真正的敬礼是如何来做敬礼的哦。我们在敬礼的时候，我们的双脚与肩同宽哦，然后一只手呢，我们的左手放在我们的腰后面腰的位置哦，大概这个位置 ，OK。然后我们的右手，我们的全眼朝前，全眼朝前，将你的右手直接贴在我们的胸口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巨人的调查兵团，还有我们新兵真正敬礼的姿势。接下来，我们即将与李维兵长一同进行模拟训练，看看各位是否已经准备好献出你们心脏的决心。我们即将开始任务。一进场这边，他会先帮你们好拍一张照片留念。看一下前方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非常好，我们刚刚体验完了三部曲，我觉得第一个最好玩。它第一个是那种四五六 D 的那一种，就是体验那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，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如果你有去日本环球影城玩过那一些变形金刚啊，还是哈利波特那种，就有一种那种感觉。后面两个就是 VR 的体验，对，可是你会很有 feel， 很有那种参与感。这里就是一些纪念品区的地方，就是雷秋的爱。今天雷秋跟五一都没有办法请假，要不然今天这个东西是他们两个都会很想要来玩的。你要拿一张照片吗？对，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不是有拍照，我们先拿一张我们的照片。我们刚刚扫完 QR code 之后，它这边有四种样式可以选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这个很酷哦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两个好，这两个比较有，这个是101背景，因为他们有看见台湾的景体哦。好，我们结束了我们这一次的翘班体验了，这是我们拿到的纪念品，翘班还有证书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怎么很好笑？这个啊，觉得我的姿势很好笑。对啊，你人家是讲说掌心要向外，你的掌心是这样子，哎，不是这样吗？它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拳头是要往外啊。我的，你感觉这样？好了，如果喜欢《进击的巨人》的朋友，记得要来体验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全球，他说什么首上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批体验到它三部曲，因为日本它是一步一步上的，一步一步是分开的。那台湾的话是现在一次过三部曲都可以看，它在微风南山这一边。如果说你们要来看的话，可以先上网去预购他们的票，预购的话三部曲是999，比较便宜。那现场买票的话要1000多块，所以。你们就上 KKday 的网站去找吧。我觉得喜欢进爵的巨人，他们应该蛮喜欢这个活动。而且因为现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国玩，你也没有办法去迪士尼，也没有办法去环球影城，那你就来玩这个吧。嗯。那五一跟雷姐，你们可以两个
揪一下来看一下，你们应该会喜欢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集影片见，拜拜，拜，翘班成功。